不用是朝南，我们家那个门朝南，坐北朝南，没问方向啊。我们今天是这样，我们请了三位嘉宾、哎、啊。还有一位呢，正在后台化妆的，对，别着急，因为这个女主持人跟男主持人是有区别的，对，所以现在400多个化妆师呢，正在给他种植头发，红了这是，纯是第一次来吧？对，我是第一次来，然后那个可能我主持的节目，大家小时候经常看就音乐节目，然后因为我是从小就已经开始主持节目，所以经常听到有人说，哎，我看你节目长大的，我也觉得有点诧异。对，可能我十几岁就开始踏入这行。你今年也没多大呀？今年有10岁吗？18。十八。我82年。我看你看我特别感慨，我什么时候像人家似的这么潮了？怎么了？郭老师也挺潮的，您看这鞋。我这状态看着比董浩老师岁数还大似的。跟董老师之前在其他的节目做过客，聊过天，是说的特别开心啊。对，而且今天我一来，我一看你这个，哎，孙悦也来。我踏实多了，因为这个舞台当初搭建的时候有问题啊，哦、那边必须放点重量的东西，要不台就翻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特请了孙悦老师啊、哦，他也是相声世家哦，李文华先生的外孙。哦，有，重建一礼啊，重建一礼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没想到吧？我管那个李文华老师叫叔叔。哦，叔叔，哎、没辈儿了，没错，也没辈儿了，这没了没了。在您出场之前。孙悦一直在说，我就喜欢董浩老师。我听你了，您听见了吧？啊，听见。孙悦，今天偶像在面前了啊！是，你们有什么话要跟董老师讲一讲吗？我想听米老鼠的声音。小时候的回忆，对，大家都听过。告诉我是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喜欢的主持人之一，而全国最大的孩子王。对了，而且啊，全国首批的益智配音演员，80后、90后，还有70后，是啊，特别喜欢，像代表作《大风车》。对了。谁都看过，对，那歌都会唱，来你唱一下。大风车吹呀吹呀转，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，天好看，地好看，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。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就是对着看，对着看。你一块整，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唱这个歌，之前我都没想到，真的太感动了，真挺好的，特别高兴。那今天这期节目会特别的好玩，是吧？我来问一下，我们今天的台上董老师和陈儿都在了，你们各位分别都支持哪一位老师？董浩叔叔，董浩，谢谢，这两位董浩叔叔，李晨，哦，支持李晨，潮越潮越好，越潮越好，这两位支持李晨，那咱俩换换，站那是，这是一波的，我们是老年，这是一波的啊，这一波啊，这就剩郭麒麟了啊，儿子，你支持谁？我支持您啊，孝顺，想哪儿去了？这个玩笑说玩笑，一霎时舞台上我们分出了三个帮派，这边是一个阵地，这边是一个阵地。就是剩我们爷俩自己是一波的了，是吧？我也戴个眼镜。是，我觉得此时此刻，我觉得我特别瘦。对了，没错，夹心饼干。对。